今天是2022年2月11日，亦都是快必還押第521日。今天是冇得探訪的第七日。中午時間，快必的家人收到福利官的電話，傳來快必的口信。其實所謂福利官是負責囚友的更新事務，即是幫助在囚人士改過自身那些事，不是真的給什麼福利的。通常他們要申請什麼什麼，就要透過福利官幫手。還有大時大節的禮物包，好像農曆新年一樣，有包珍珍芝士餅和兩粒糖。是啊，真的只有兩粒糖。不過最近由於繼續禁止探訪，福利官呢就忙到七彩，好像荔枝角整個船艙呢就有1600人左右，只有幾個職員打電話聯絡船員親友給口信，真是講到口水乾喉嚨痛，辛苦了他們。講回快必的口信先，由於船員都要做檢測，而且禁止他們走來走去，所以快必說已經連續三日沒得放風做運動，認真慘。不過相信快必都不會鬆懈偷懶，會在自己的艙上繼續拉筋做運動的。另外由於送入去的東西，報紙又好，餐飲又好，都要檢查得更加嚴格，所以比平時遲了送入去。晚餐呢平時就5:30有得吃，快必今天就說現在6:00才送到，但是6:30就開始清垃圾，由於垃圾是不會留過夜，所以就得半個鐘頭吃晚餐，好趕好不爽。福利官都說快必扁曬嘴。最後福利官亦都細心提醒快必的家人，14至23號呢個星期可以入一次物資俾快必，快必就梗係想要書啦。快必之前寫信話2月份想睇2本潮流雜誌，東野圭吾同埋村上春樹嘅作品，仲有《民族的復興》。家人之前入咗一本日本時裝雜誌俾佢，正好為佢再準備多一本啦。佢又話收到朋友寄入嚟嘅揮春，不過就有得睇。冇得 keep， 我哋喺呢度讀出快必嘅來信以及俾大家嘅回覆。如果未到你嘅話，再等一等。而家書信往來一頭半個月都叫做正常噶啦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咁我先代快必讀出佢嘅信啦。呢個係我第二年不凡地過農曆新年，鼠年嗰一年嘅30晚，黑警上門濫捕。我在差館過年初一，牛年虎年就在荔枝角的冤獄裡面，耶穌基督就造成肉身，我都造成肉身，監獄的獄，冤獄的獄。遲些2月14號是 Valentine's Day， 情人節，又是我的情人節，懲罰的懲。上年我都好像是這樣說，不知道還要說幾多年。陸健康的賀年卡，一市民的聖誕卡，還有109的聖誕卡，我都同時收到。無論什麼時候收到什麼卡，只要不是長者卡，我都一樣那麼開心。多謝你們的心意和祝福。 Rebecca， 原來你的 FES 百福有喎，好正。我最 like 學上公義的福，因為那個假髮演員隨打落個公仔度，我感同身受。Desmond， 你說沒有下一代的不用流亡，我甚至說下一代是中學畢業的都不用流亡，不說話都不用流亡，說話而不怕他被拉被告也都不用流亡。其實很多人都不用流亡，但要找到一種不屈的方法和不怕的心法。 Lowin， 我收到你的生日卡，令我心很溫暖。冇錯，生活喺度非常任意，我可以自由地安排時間做自己嘢。你認為係黑板定係自由呢？我就會用率性，無論喺冤獄定係外邊，我一樣率性。離太遠，多謝你嘅生日卡，上面有幾句聖經，彼得前書1:19，心有神聲，暗處有燈，辨識時勢。先知為證，我的翻譯正不正呢？
有時間都睇下我嘅周日講章啦，仲多金句啊！從來唔關心政治的人，你嘅生日卡收到。如果政府唔會令我哋關心起政治，可能反而係一件好事。正如我嘅少年時代，啲歌成日都情情塔塔，而家咧好多社會意識嘅歌，反而反映時代嘅悲慘。如果你有睇老子，你會覺得我嘅睇法有啲老子。老子、莊子都係賣非法。啤酒佬同你嘅約定一於咁話啦，你係堅尼地城嘅啤酒佬啊，定係太古坊嘅咧？大坑定係老尖嘅咧？定係銅鑼灣嘅啤酒佬咧？我實在認識太多啤酒佬，飲酒嘅人最清醒。呢句係我名言之一。今日快必嘅郵箱雖然收到唔係好多信，不過心意依然係滿滿嘅。有小月、Rebecca、Annie 同埋用 Hello Kitty 信紙冇署名嘅朋友，仲有高拎嘅廣播劇本，多謝大家咁有心，已經一一轉寄入荔枝角，希望快必可以盡快收到啦。大家抗疫要留喺屋企喎，咁有時間不如繼續寫信俾快必。嗱嗱聲拎起紙同埋筆，同快必做筆友啦！收到大家嘅信，快必會好開心。如果仲用啲色彩繽紛、有卡通嘅信紙，佢仲更加 happy。不過提醒一下大家，唔可以有貼紙、閃粉或者 3D 立體突出嗰種，懲教署係唔俾嘅。雖然我哋呢幾日寄出嘅信，佢都有排先收到。不過唔緊要，有心唔怕遲。快必親手繪畫嘅自由花 postcard， 寓意自由花開，花開自由。而家仲有少量存貨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又寫開信俾快必，可以寄埋一個回郵信封，我哋會送上自由花 postcard。提醒一下，信封尺寸咧要大過16cm 乘11.5cm。來信請寄去。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，寄信俾師叔都可以寄嚟呢個地址。最後繼續宣傳一下快必嘅Patreon，希望得到大家點點滴滴嘅支持，應付漫長嘅訴訟。仲有你哋訂閱 subscribe 咗快必嘅 YouTube channel 未啊？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， 拜託曬。記得仲有赤柱嘅師叔，佢嘅Patreon都需要大家嘅支持，多謝你哋。